大家好，今天吃个牛筋面。这个牛筋面是我们老家的牛筋面，还有买了一个肉夹馍、火腿肠、两个鸡蛋、茶叶蛋煮的，我们给拌上，底下辣椒都跑底下去了，辣椒油。
行，吃完了。这牛筋面是我们老家的牛筋面，那个肠是人家的肉肠，挺好吃的。行，今天视频咱们就到这儿吧。我是彭小哥，有喜欢我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一下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